方舟快乐北航，南方澳的渔资源非常丰富，一早渔船就在乌云角附近打捞。今天是大丰收的日子，每艘竹筏上都载满了渔货，鱼太大了，一条条整齐地摆在船上，都快放不下了。今天有土托鱼、鲫鱼，船长站在船顶上，开心地指挥着回家的方向，连海鸟都来看热闹。